12月17号，乐坛天王周杰伦与104大名模陈思璇、姚彩颖、蔡淑臻、王丽亚一同出席某手机品牌新款发布会，四大名模以飞天舞的造型出现，冷艳华丽的气质与该产品融为一体，紧紧吸引着众人的目光。第一次在台湾出席代言活动的周董反而有些紧张了。这个 V9 其实又有新的手机可以玩哦。那其实在老实讲，在台湾拍的广告并不多哦，因为其实真的在做音乐很多时间。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次的一个代言活动啊，为这个 V9 代言，那我觉得很兴奋。哦，那其实还是有点紧张哈，因为刚刚前面弄得很像一出舞台剧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蛮有感觉的。日前有日本杂志评他为07年度华人乐坛最受瞩目的华人歌手，并以帅来评价他。他一笑而过，现在日本喜欢华人音乐的人越来越多，希望华人歌手能够将音乐发扬光大。对，一直就是希望把音乐发扬光大嘛。那在日本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因为我的音乐，其实不只是我啦，他们现在已经在学华语了嘛。那很多的艺人啊，F4 啊，一堆啊，其实就是征服日本的歌迷。我觉得这是大家一起团结来做的事情哦。那所以这股华流的力量，我觉得真的蛮大的。赞美与贬低同在，他的新歌《牛仔很忙》被指抄袭外国女歌手克里斯蒂娜的歌曲《Cindy Man》。对此，周董大叹不爽，并指此人不懂音乐，曲风相似，并不代表抄袭。他也不爽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对于抄袭这种东西啊，其实老讲从以前就没有被人家讲过，你知道吗？那突然被人家讲，我就觉得是怎么一回事。对啊，那当然我觉得我也不要去攻击别人了，我觉得就是只能说这个人不懂吧。对。